לעקרן הנדוי הסבן דיוון. הישן קונטין צי, שישי צ'רנין גאו, צ'יצ'י אופקי, אמפאי. היי, פעמים לידה עוד הפינטאו. 今天我要煮的是这个芝士盘式炒年糕，就是这款芝士盘式炒年糕，开起来里面有一包年糕，两包芝士粉，两包。开始先准备一个锅，往锅里倒入水分，一碗矿泉水，来自法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品牌纯天然矿泉水，差不多倒到七分满就好。倒入好水后，把电开启，把水煮滚，等待时间。在等待的过程中，你可以来寻找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会带你从你家飞往世界各国。您可以看着我的影片来等待时间的过去。差不多滚了，把盖开启，冒出烟就行。把准备好的炒年糕倒入水中，想吃多少倒多少，之后再等待煮滚后，滚着了。这就是用水煮滚的炒年糕，之后换上一个比较低热锅，把煮好的年糕取出，倒入锅中，加入后同样加入一碗矿泉水，纯天然，加入两汤匙就好，这次。一汤匙，两汤匙，还有 Mickey Mouse 专辑哦。慢，等它烧开，在煮这个过程中，慢慢把先有的调味料加入。我选择的是芝士味道。之后慢慢搅拌，关小火慢炒，之后还得加入一片的芝士，让它味道更好，再慢慢的炒，这个只是半块。要吃之前，你可以在里面撒入一些黑白芝麻，让味道更好吃，更香，美味可口。一道简单的韩式宫廷炒年糕就这样好了。来吧，镜头先吃。满满的芝士了。